大婚前我被退婚了，我的未婚夫萧晨毅只让人给我转达了一句话，烟是配不上姑的身份，后来他夺嫡失败栽在我手里，求我原谅。我，你看我像是会原谅别人的主吗？就那火葬场马车马蜂摸鱼的速度，我都想给他判个满门抄斩。萧晨毅这人来退婚时，我正披着嫁衣准备嫁给他，满心欢喜一场空不算，我还成了梁都的笑话。他若是提前个两三天来退婚，我都还能找个备胎出来把自己嫁了，但他这种时刻来退婚，我真找不着人补上，只能认了。谁让他是太子，而我只是个皇家打工人。我的侍女九喜盯着我手里的刀，将军说好的认了呢？我认他娘个锤子。萧晨毅敢耍我，我就敢剁了他。我俩这婚事是萧晨毅红口白牙去跟陛下求来的，对，求。三个月前是他在养心殿外跪了三天三夜才求得陛下松口同意他娶我的，当时整个朝堂的大臣都被他感动了，看我时脑门上就差刻上燕将军还有这样的狗屎运走，陛下更是不遗余力地劝他放弃我。陛下，你图燕十三什么呀？图他长得丑，图他年纪大，图他有暴力倾向，我谢主隆恩了。不过陛下说的对，我丑。七年前我父兄军战死西北，十八岁的我女成父业接下了他们的位置，在西北跟北齐打的第一场仗，因我经验不足受了伤，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刀疤。我也确实比萧晨毅大五岁，暴力倾向更不用说，大梁这些个官员有一小半挨过我的拳头，因为我父兄们战死后他们不服我一个女子为将，所以我回来梁都后偷摸把他们全都揍服了。但萧晨毅并没有因为陛下道出事实就退缩，他道，父皇，儿臣就喜欢燕十三，除了燕十三儿臣谁也看不上。当时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好好反省过，我到底哪里让萧晨毅着迷了。反省的结果是萧晨毅脑子出问题了。不夸张的说，萧晨毅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十六岁之前大梁虽有些乱，但不至于如现在这般频繁的起战事。我爹还常住在梁都，我也时常跟着我爹出入皇宫，便是那时认识萧晨毅的。再加上我爹跟他母后的哥哥关系颇好，时常有来往，我近乎是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母后败于宫斗，看着他从高高在上的太子跟他母后一起被打入冷宫，沦为谁都可以踢一脚的弃子，还曾看不下去在他入冷宫后被人随便踢的时候护过他一段时间。我寻思莫不是我曾护过他，他喜欢上了我。九喜，绝无可能，你好好想想你以前是怎么护他的，怎么护的。别人踢他的时候我先救下他，然后鞭策他努力变强，只是鞭策的手段不太温柔。九喜，你别谦虚，承认吧，你那时的手段说一声残忍都不为过，也没有吧。我不过是将我爹鞭策我的那套复制在了他身上。继位起床，我让他起床练武，狗都睡了我还在让他背书，若不干我就拿他练手。九喜，他那时只是个九岁的孩子，我嗤笑说的好像我爹鞭策我的时候我超过了九岁似的。九喜，九喜，但不是谁都跟你一样皮厚啊，诚然我当时是对他严苛了点，他不喜欢我没关系，但也不能成为他如今干出要娶我又悔婚这种畜生式的理由吧。我当时为了去冷宫鞭策他，可是耗费了不少银子买通关系，还自己假扮太监在冷宫陪他住了两年。当时那批宫女太监谁见到我不喊一声金主爸爸。后来他能从冷宫出来靠的还是我燕家的势力，他母后再入冷宫的第一年就病死了，他母族的势力在他母后入冷宫时被陛下连根拔起，是我父亲力劝陛下不可废他太子之位，又在朝堂上为他周旋，他最终才从冷宫出来了。当然他自己也很努力很聪明，懂得打感情牌，利用了陛下跟皇后青梅竹马的情谊，最终惹得陛下愧疚，关了他两年后将他放了出来。而后西北起战事，我随我爹去了西北，他继续在梁都绝地求生，我爹跟我十二个哥哥全部战死西北，陛下无可用之人，只能让我接替了我爹的位置，成了西北统帅，手握西北军五十万兵马。九年里我有七年是在西北度过的，直到前年西北彻底安定我才回来了梁都，当然中间也回来过两次述职。回来那两次萧晨毅除了废话多了点还是干人事的，为我接风洗尘，跟我叙旧，自己在梁都活得如履薄冰，随时可能被他其他兄弟给嘎了，还担心我在西北过得不好，见到我脸上的刀疤更是落过泪，为我寻过最好的上药。这次他要娶我之前，我隐隐觉得这次有些不对劲，因为我回来也一年多了，我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天给我安排三场相亲，他都从未提过对我有男女之情来给我解围，怎么突然就要娶我了。所以圣旨搬来我将军府后，我特意去揍了他一顿。他虽以前被我鞭策着练过武，但哪里是我的对手，那时他还刚好染了风寒，有些病歪歪的，我三招就将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萧晨毅找死的方式可以简单点，直接跟我说你不想活了就行了，他刀架脖子了还眯着他好看的桃花眼，边咳边朝我笑，呵，嗨嗨，十三姐姐，我说我是真的喜欢你，你信吗？他生得好看，笑起来跟狐狸似的，特别诱人，加上病了脸色苍白更惹人怜惜。我刚好是个眼狗，他一句喜欢我说得我手一软。我母亲也一直催我成家，我想着那就让他吃点亏，吃亏是福嘛。九喜还抽着嘴角嘲讽过我，你老色批就老色批，别为自己强行开脱，眼看着我就要出门去剁萧晨毅，九喜抱住了我的腰，将军冷静，我冷静不下来。他梁都眼下不太平，
万一殿下是另有隐情呢？眼下的凉都确实不太平，陛下荒淫无道，纵欲过度，本就身体不好，一月多前还大病了一场，现在正在养心殿里养病。说是养病，但大家心知肚明，可以准备后事了。他三个儿子时刻准备着细强接手他的皇位，陛下病重后还生怕我参与他三个儿子的细强活动，或者说他怕我趁他病要他命，将我的兵符给收回去了。毕竟我跟他还有一笔杀父之仇的账没算，我爹当年会死在西北，不是死于北齐手里，而是死于陛下手里的。他被北齐的奸细洗脑，认定我爹会在西北自立为王。我爹打场胜仗，他以犒劳将士的名义千里迢迢送来了一坛毒酒。我爹死后，北齐的兵踏破西北防线，他才急了，一道圣旨将所有的过错全推到了送酒之人头上，将那个送酒来的官员满门抄斩，也将北齐在凉都的奸细全部杀了头，算是给了我燕家一个交代。但他这个交代太微不足道了，西北城已破，要再打下来谈何容易，是我另外几个还活着的哥哥全部战死沙场才将将打下的。这也是近两年前陛下在西北彻底安定后召我回京的隐情，他怕我要为父兄报仇在西北算计他，但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杀我，只好一边容忍着我，一边暗中收我兵权。这次他病重收回我的兵符，面子上的话都还是十分好听的，说是我要成婚给我放个假，但是西北军不可一日无将，所以让我先把兵符上交了，他派其他人先顶我的班。其实我没想过报仇，不是我愚忠不孝，而是我若要报仇，大梁至少得再乱上五年，等于是拉着天下人一起入泥沼立一场劫。我爹无辜，百姓又何其无辜，西北九年我看过太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每每闭眼脑海里都是西北流民满地挑食遍野的场景，所以回来凉都看着百姓上能安居乐业，我心中的仇恨即使没曾放下过也只能罢手了。嫁入皇家上交兵符，等于是我向陛下表明决心，但我没料到萧陈毅会给我来这一手，他最好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两天后我等到了萧陈毅的解释，合理不合理就看立场了。他牵着他新鲜出炉的太子妃登了将军府的门，对，两天前原本来接我的花轿改到去了宁渊侯府，他娶了宁渊侯的嫡女殷若雪，宁若雪生了张倾国倾城的脸，与萧陈毅并立在我将军府，看上去倒真般配。我强压下心中的嫉妒愤怒，问殿下此来何意？萧陈毅尚未说话，宁若雪先接了话，燕将军，委实对不起，这两日妾身与殿下有些忙，一直没来得及跟将军登门道。他后面的话戛然而止，因为我将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我看着萧陈毅道，有什么隐情你说出来，能用武力解决的我都帮你解决了，闪婚是不会幸福的。萧陈毅看了眼我手里的刀，才道，燕将军，人贵有自知之明，孤的太子妃不是你可以动的人。我看他自己就完全没有自知之明，我这是在给他台阶下呢，他不但不下，还想蹬鼻子上脸。但他一句话让我认清了现实，确实是我没有自知之明了。他又道，燕将军当自己还是掌控西北500,000兵马的统帅吗？明白了，陛下已经收回了我的兵符，所以在他心里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而宁渊侯眼下势头正好，陛下收了我的兵符，便将我的兵符给了宁渊侯的儿子，接手了西北军。眼下人已去了京郊大营练兵了，萧陈毅要娶的是西北军，不是哪个人。他现在娶了宁若雪，等于是防了他两个弟弟母族偷偷养的私兵。毕竟我回来凉都的时候带了10,000西北军一起回来，他估今日来是来退婚的，不是来听你胡搅蛮缠的，你别不识抬举。我讪讪将刀自宁若雪的脖子上一开，哦，谢谢你最后一个通知我。萧陈毅说完走了。我盯着他的背影，试图将他后脑勺盯出个包来，可惜没有。萧晨毅大抵是知道我盯着他，还故意气我似的揽住了宁若雪的肩，两人说着什么已经走远，我听不清楚了，只见到萧晨毅肩膀轻微耸动了一下，大概是宁若雪说了什么好笑的笑话吧，笑得这么嘚瑟。九喜在一旁嘟囔，当初就跟你说长得好看的男子都不靠谱吧，你当初就不应该同意嫁给他。我刚好有气白了眼他，迁怒道，事后诸葛亮谁不会呀。九喜被萧晨毅退婚后，我在府里反省，莫不是我这些年太过安分了，所以让他们以为谁都可以欺负到我头上来。事实证明是的，就我反省的时候，另一道圣旨传来了将军府，将我改嫁给黎王萧月离。黎王乃陛下的亲弟弟，虽只比我大了8岁，但他早已经成家，三个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所以这圣旨是让我去黎王府做妾。来宣旨的福公公见我半晌未谢恩，意味领旨，提醒我道，燕将军该领旨谢恩了，我谢他祖宗8辈。福公公见我依旧未动，便将圣旨往我身上一丢，轻蔑一笑，燕将军人呐得有自知之明。福公公说完出了将军府。他走后，九喜先不干了，一叠声道，太欺负人了，这也太欺负人了，谁说不是呢。他口无遮拦，就说陛下昏庸，看看都把这些宦官给惯成什么样子了，道一句宦官当道都不为过了。我没理会他，不过是看人下菜罢了。我还是西北统帅时，福公公待我还是很好的，在萧晨毅跟我退婚之前，他也曾暗暗提醒过我陛下要收我兵权的事，只是我太相信萧晨毅了，以为自己一手护下的人总不至于能给我来个釜底抽薪，眼下我除了认了也别无他法。九喜不想认，将军实在不行，咱反我睨了他一眼，他将后面的话给咽了回去。我与萧月离是熟人，
我爹以前很欣赏他，认为他有治世之能，所以我爹尚在世时，他时常来将军府与我爹喝酒。但很可惜，他生不逢时，没赶上上一届夺嫡之争，最终只成了个闲散王爷。当然，他若是逢时，也可能已经死在陛下手里了。陛下在当年的夺嫡之争中，近乎将自己的兄弟给屠尽了，只余下他这个当年尚是幼子，无力争夺皇位的弟弟。这些年还各种防备他，连他的王妃都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宫女。他的那些个姬妾，一全是陛下喝多了，随便指给他的。琴师、歌妓、陛下腻了的妃子，有一次更离谱，陛下喝大了，将自己的太监总管福公公指婚给了他。总之，没一个身份能与他匹配的。他曾自嘲，他的王府就是收破烂的。我望着手里的圣旨，只有一个感慨。他自嘲的对，我这会儿在陛下心里也是已经没用了的破烂，所以该去他的王府当破烂了。次日，陛下着人来将军府取回我的官印。我交了官印后，酒喜又开始巴巴。将军，你不会真的要嫁给黎王做妾吧？我45度角仰望天空，天空阴郁，像极了我此时的心情。我道，不然呢？酒喜极了。将军，若是老将军知道你被陛下赐给黎王做妾，他的棺材板都会压不住的。我笑了，他连一杯毒酒都变不出，棺材板压不住了，出来也只能做只孤魂野鬼。酒喜，当年陛下送去那坛毒酒时，我曾力劝他先咽毒，他不听，还拉上我三个哥哥一起喝，放豪言，陛下虽昏庸，但不至于这么紧要的关头要我的命。且若真是陛下要我的命，那也只能认了。他顿了顿，加重语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还顺手带走了我三个哥哥。他为大梁征战数十年，最终讽刺的死于自己的国君手里，落了个死不瞑目的下场。酒喜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他又道，将军，要不我们还是回西北吧，我盯着头顶的一片乌云走不了的。陛下要我嫁给黎王，等于是要将我软禁在黎王府，意思很明显，不准我参与他三个儿子的争斗，以及不准我回西北，当然最好我能死于黎王府，这样他就不用临死之前再背上杀忠臣的罪名了。我这一走，他便能以抗旨的罪名治我，大梁的城墙上明天就会出现我的画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能走多远？不如安心的看看这届夺嫡之争谁能笑到最后，或许我也可以再给他们凑个脚。既然他们如此看重西北兵权，我得要回来。几天后我入了黎王府，我跟黎王大眼瞪小眼，萧月里紧张地站在床边看着我道，十三，同是天涯沦落人，有话好说，把刀放下。我道，刀可以放下，你先答应我一个条件。他把刀放了，别说一个，一百个本王都答应你，成吗？我萧晨一耍我咽不下这口气。他沉默了，须臾他试探道，本王帮你约他来王府，你偷摸将他揍一顿，我懒得跟他巴巴，果断拔了刀。他果断拔了腿，被我一把拽回来后，他无奈道，十三，眼下的朝局已经够乱了，萧晨毅若不依附宁渊侯府的势力，他根本坐不稳太子之位了。倒也是，宁渊侯祖上于大梁有功，家族道一句43公不为过，如今他儿子还成了西北统帅，且萧晨毅现在虽是太子，但他那两个皇帝没一盏省油的灯，他们的母妃全是宫斗冠军亚军选手，再加上偷偷养的私兵，并不是萧晨毅一朝一夕就能撼动得了的，操之过急还会反噬他。不应该是不管萧晨毅急不急，他俩现在都要对萧晨毅下手了。陛下不死尚能勉强维持住表面的平静，但眼下据我在宫里的眼线来报，陛下已然是半昏迷下不了床的状态了。他俩再不对萧晨毅下手，一旦萧晨毅坐上皇位，第一个萧的就是他俩。他俩的母妃可是当年害死先皇后的主谋，这么多年来也没少明里暗里给萧晨毅添堵，但这也不能成为萧晨毅耍我的理由。我愤怒的将刀狠狠灌在了地上。萧月离看了眼地上的刀，十三，萧晨毅毫无预兆的悔婚，确实是他有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娶你这个无权无势的落魄将军，多少有点恋爱脑了。萧月离不给我打断他的机会，你上交兵符那刻难道就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吗？有想过的，甚至比被退婚更凄惨的结局，陛下在我上交了兵符后直接刺死我，我都想过，但我不能不顾数百万百姓的死活。萧月离双手一摊，那不就结了，咱一起猫在王府里喝喝茶下下棋看看热闹，还不会被战火蔓延，挺好。他，你在西北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回来后也是成天忙东忙西的，不是在练兵就是在巡逻，睡过一个安稳觉吗？现在在王府里马上就能过上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有吃有喝什么事也不用想的日子，他不香吗？我觉得我好像被洗脑了，但又有些被他说服了。最终我叹了口气道，是你被当成热闹看了，现在朝野上下都在猜我入了黎王府，黎王府会鸡飞狗跳成什么样。其实我当初回来梁都的时候，他们就暗戳戳同情过将来要娶我之人了，用他们的话就是，娶燕十三这么一个悍妇将来如何降得住他。让我改嫁萧月离的圣旨传出去时，那些曾被我揍过的官员等着我淋过雨就要撕了别人伞的原则，恨不得我跟萧月离能打起来，让萧月离也试试我的拳头有多硬。若不是萧月离人缘好，与他们私交都挺好，他们估摸还想拿萧月离开个赌盘，赌萧月离会被我几天打一顿。可惜他们猜错了，我入了黎王府后，黎王府很平静，我过得甚至有些惬意。陛下以前赐给萧月离的琴师、歌妓等姬妾，现在被我霸占了。我闲得慌，听他们唱唱曲，看他们跳跳舞，兴致来了，一起组队玩玩牌酒。
萧月离的王妃跟孩子应该在我入离王府时就被萧月离警告过，所以从不来我这里自找没趣。故而九喜第五次见我瘫在贵妃椅上喝着小酒摇头晃脑跟着琴师哼曲时，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指责我将军你堕落了，而我在王府里堕落时，宫里已然成了修罗场。最先出事的是萧晨毅的三弟，他死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被人一刀封喉，但是刺客做事不利索，留下了身上的腰牌，太子府的腰牌。九喜疑惑，太子殿下这是要明着对付其他两位皇子了吗？呸，果然是人渣，刚得势就开始起跳了。宁渊侯也是瞎了眼，竟敢把自家利益跟他这种人牵连在一起。我蹙眉，萧晨毅如果真是那种刚得势就敢起跳的人，绝无可能在孑然一身无母族庇护的情况下于皇宫里平安长到20岁，男主光环都得被他作灭。犹记得5年前我自西北回来凉都述职那次，正好撞见他二弟刁难他挑衅的话语，我听了都想打人。萧晨毅不但忍下来了，还能笑着与他二弟虚与委蛇。当晚他还遭遇了他二弟的刺杀，是被我挡下的。那年虽我俩还没有婚约，我也一心向着他，尤其是他二弟还狗胆包天赶来我将军府行刺，想将杀太子的罪名栽在我的头上。我给萧晨毅提议直接以暴制暴，以杀止杀，我找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将他二弟的头顺去西北。萧晨毅制止了我，他道十三姐姐别污了你的刀，为了他毁了万民敬仰的战神不划算，他那时虽跟我一样高了，但只有15岁，我都没有将他当成男子看。在那时的我心里，他还是那个不成器我就能顺手打一顿的孩子，是那个在冷宫里被人欺负了也不敢出声的落魄殿下。所以他这么说完，我跟以前在冷宫时一样，手贱的顺手摸了摸他的头，又跟以前一样跟他说大话，殿下但凡我还活在你面前谁也动不了你。结果我刚手贱完说完大话，他顺手握住了我的手不算，另一只手还摸上了我脸上的刀疤。我顿觉不妥，想拍掉他的手，他唤我十三姐姐，他唤我时眼角有泪光闪烁，我想拍他手的举动就那么僵住了。他的手在我的刀疤上摩擦了片刻，吸了吸鼻子问姐姐疼吗，他是真生的好看，那时还有点婴儿肥，瓮声瓮气说话，直接让我这种眼狗没了脾气。我拍掉他的手，你别整这出，显得娘们儿唧唧的，这伤早就不疼了，再说这你能看见的伤都要为我掉眼泪，我那些你看不见的伤口若让你见了，你不得变身孟姜女。他，我说的是事实，我不是神。西北最初几年我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承受了几年的谩骂才渐渐看到曙光，最终彻底收回已失掉的城池。那几年我断过三根肋骨，腹部曾被利剑刺穿过，背上到如今已没有一块好肉。伤得最重的一次，因为身边人的背叛，扎进肉里的长剑离我心脏的距离只有1寸，而陛下竟还听信梁都一些官员的话，想放弃西北与北齐议和，粮草时常不济，我是九死一生才坐稳了西北统帅的位置。但萧晨毅大抵是觉得我说话重了点，颇有些失落道，我只是心疼姐姐。我萧晨毅是我见过最能忍也是最会说话的一个，别人见我道恭喜燕将军升官发财，他见我闪着泪花道心疼姐姐，所以我送了他100斤锐做暗卫，送了别人一顿胖揍。他能在当年忍下他二弟，绝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明目张胆的杀他三弟。九喜总不能是被人栽赃了吧？栽赃应该不是，他太子府的腰牌无人能仿得出来，无他太子府的腰牌全是他亲手做的，掰开后有他的亲笔签名，这个秘密除了我以外无人知道，是当年我俩在冷宫里研究出来的。当年的冷宫里什么人都有，我怕隔墙有耳，有什么重要的事就会给萧晨毅一块牌子，将要说的事放进牌子里。但这次刺客留在三皇子府上的腰牌掰开后真有他的亲笔签名，那么只有一个可能。等等，我还有100精锐在萧晨毅手上。九喜听我提起那100精锐，终于找到机会再嘲讽我了。他，我还以为你不要了呢。他顿了顿，不过你去要回来会不会太掉价了？掉价就掉价，萧晨毅不耍我，我送了就送了。他都敢耍我了，我送出去的都得要回来，要不回来了。我以前的下属给我传来了一句欠揍的话，将军不是我们不想继续跟你，实在是殿下给的太多了。九喜给我传达完还嘀咕了一句，早说啊早说，我也去了。我抽了抽嘴角，要不你现在去。他，我倒是好奇了，萧晨毅到底有什么魅力能收买了当年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是以我爬了太子府的墙，这个我熟，我跟萧晨毅没闹翻之前经常爬，但爬墙的时机没选好，选在了半夜，主要是白天爬容易被人抓，位置也没有选好，选在了萧晨毅住的东院。我的精锐全被他用来贴身保护自己了，要找他们只能进萧晨毅的院子，所以我这会儿跟半国体的萧晨毅四目相对。他正在沐浴，气氛有些尴尬，但我这人的原则是只要我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以我不但没有第一时间退出去，视线还毫无顾忌地往下滑。就在我的视线移到他腹部时，他急匆匆抓过旁边的衣服披上后冷道，滚出去。我是有点叛逆的本事在身上的，他不叫我滚我可能已经滚了，他叫我滚我偏不。我道，你让我滚我就滚，我不要面子的吗？他冷笑，皇叔知道自己的小妾还其他男人的强吗？小妾二字的音被他咬得特别重，不知道是想羞辱我还是提醒我已嫁人的事，不过不重要。我道，萧月离知不知道不重要，
他府上的姬妾那么多，没空管到我头上来。我们约定，我不管他睡在哪里，他也不管我半夜在谁的床上。萧晨毅怒了，燕十三，你还要脸吗？我也怒了，萧晨毅，你现在问我要不要脸？最先招惹我的不是你吗？我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跟我退婚，这就是你以前跟我承诺的生死与共吗？他虽这么质问有些怨妇，尤其是现在萧晨毅已改娶了宁若雪的情况下，我这么质问都违背道德了。但这承诺确实是萧晨毅亲口许给我的，在三年多前我第二次回凉都述职时，彼时恰逢陛下寿诞，寿宴上有人换了我送陛下的礼，将我原本呈上去的一块玉石换成了弓箭，还偏偏福公公念礼单念到我名字时，一支冷箭射向了陛下，没有悬念，我当晚就进了大牢，刑部被人指使试图对我屈打成招，他们将罪名跟意图都替我想好了，因我父兄之死对陛下有怨，故而现在手握兵权后要刺杀陛下为父兄报仇，言辞之确凿，我这个当事人都快信了。我在大牢里受了一个月的刑，一个月里所有人都与我划清界限，唯有萧晨毅不顾陛下的盛怒，买通了刑部的人为我周旋，他深夜出现在牢房，指我手道，十三姐姐，我一定会将你救出去的。我道，别再为我折腾了，不过徒劳，不是谁要害我，而是陛下知我需要罪名罢了。他惯爱干的勾当，兔死狗烹，当时西北已趋向安定了，我不除他不安，不然那冷箭何以没有一箭直接射死他，不然陛下寿宴那么隆重的场合会混进去刺客，除非我望着萧晨毅常常叹了口气，萧晨毅听话回去，以后再也不要来大牢看我了，你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别为了我又全功亏一篑了。但萧晨毅不听，他又闪着泪花道，十三姐姐，当年我在冷宫是你一手护下的，若今日我就不吓你，我便给你陪葬。我气得一巴掌扇在了他头上，萧晨毅，你说什么蠢话，你身后有多少人你知道吗？一旦你现在因我得罪陛下而失势，太子党的人全都要跟着你陪葬，你对得起他们吗？他心红了眼，离开大牢前他依旧坚定地许诺于我，十三姐姐，我与你生死与共。我其实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他的谋士们不是傻子，不会允许他做出为了我不顾大局的事，也确实那次后他再没有出现在大牢过，所以我安心的在大牢里等死。然一月后我没等来死刑，等来了西北再次大乱，陛下只能放了我，让我快马加鞭赶回西北平乱。我回了西北才知道，所谓的西北大乱不过是几个混混挑事，是萧晨毅救我的手段，而他为了救我期间数次顶撞陛下，也再次惹得陛下厌恶。我是后来才知道，我回了西北后他险些被废了太子之位，是那年陛下出游因再次提高征税惹得百姓不满遭遇刺杀，他替陛下挡了一箭，陛下念他那点孝心才没有废他太子之位的，那箭上还有剧毒，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捡回了一条命，之后这几年他因着那点毒遭不得任何寒风，天气一变就跟个废牢似的咳个不停。我们的感情可以说是生死里闯出来的，然生死里闯出来的感情也不敌黄泉一分。此刻萧晨毅听完我的质问，却跟听了个笑话似的，他道，燕十三，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他边从浴池里出来边自问自答，天真还不吸取教训，父皇三年多前就要杀你了，你还敢回来凉都，敢回来凉都就算了，还敢上交兵符，你这次来找姑不会是天真的想用过往那点恩情来道德绑架姑吧？他，既然你不死心，姑今晚跟你说清楚，姑当年救你是因为姑需要你手握西北的兵马，方便姑将来紧急时刻逼宫，姑现在气你是因为你自己丢了兵权，于姑而言你没有利用价值了，恩情跟良心这俩玩意儿跟九五至尊的位置相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听明白了吗？明白了。但我摆摆手，今晚来不是跟你扯这些的，是来找你喊我那一百人马的。他用看智障的眼神看我，你觉得你现在还能从姑这里要回去吗？我环视了一圈不见一个我以前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闯了萧晨毅房间的原因。我问，我的人呢？萧晨毅，就说你天真，你觉得姑都跟你翻脸了，姑还会放心用你的人吗？也是。我再问，所以他们人呢？他轻蔑的笑了声，有时间操心他们在何处，倒不如操心操心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若再被皇叔抓到把柄，被皇叔休了，届时就是个弃妇了。我他妈真忍不了他了，都别拦我，我今晚就要打死萧晨毅，让他知道什么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真生气了，后果是很废命的。家人们听我一句劝，不要在别人的地盘太猖狂，不然容易出事。当时是我实在气不过上了头，就将萧晨毅给暴打了一顿，打人一时爽，一直打一直爽，如果没有太子府的暗卫突然进来的话，所以我这会儿蹲在太子府的私牢。我在太子府的动静太大，不可避免地惊动了宁若雪，她出现在了私牢门口，情敌见面分外眼红，她嘲讽我，燕十三，人要脸树要皮，殿下已经不要你了，你还要来纠缠有意思吗？殿下上次就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还要来自取其辱，被殿下骂一顿心里舒服了。我白了眼她，没搭理她。我在疑惑，萧晨毅成亲后莫不是温柔乡里待久了不行了，他怎么说以前也是我带出来的人，不至于在我面前完全还不了手，但今晚他真是被我一招撂倒的，撂倒后还吐了口血，
但宁若雪不给我思考的机会，继续巴巴。燕十三，我懒得跟他吵，打断他，你哥的西北统帅怎么来的？不是陛下知道了，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在这里跟我吵架吗？他，原本我上交兵符后，陛下是内定另一位将领的，但就在陛下要用他时，他突然病死了。谁的手笔？不言而喻。宁若雪被我两句话镇住了，但须臾大抵是想想觉得不甘心，跟我放狠话。燕十三，你若敢再纠缠殿下，信不信我今晚就杀了你？我白了他一眼，不信，是真不信。我敢孤身闯太子府，是算准了萧晨毅不敢杀我的。虽当时若不是萧晨毅在他的暗卫杀我时大喝了一声住手，我可能已经是具尸体了。当然萧晨毅救我不是为了我以前护他的那点恩情，实在是我俩当时的姿势不堪入目，传出去有损他名声，我近乎是骑在他身上揍他的。暗卫破门而入时都怀疑自己走错了片场，以为自己是见了什么不能过审的场面，先无眼了。且我死在太子府，死在他房里，又是另一桩麻烦事了。他眼下还被杀三皇子的案子缠身，朝中大臣对他已是颇为不满，二皇子党现在咬着他是弟的罪名，成榻的给陛下上奏折，请求陛下废他太子之位。若不是陛下现在病在养心殿里，殿外海里三层外三层全是禁卫军守着，除了福公公谁也进不去，二皇子估摸还想去养心殿将陛下薅起来告状。我若再死在他太子府，他杀忠臣的罪名也得坐实，就算他有宁渊侯府做靠山也得被骂成狗，还可能被二皇子再次抓到把柄继续上奏折。用他的话就是，为了一个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赔上自己的名声，不值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果不其然，不过一炷香的时间，萧月离也出现在了四牢门口。萧晨毅通知他来接人的，名义上还得是我跟萧月离一起来他的太子府做客。萧月离见到萧晨毅脸上被我揍的伤，险些一个趔趄摔个大马趴。萧晨毅皮笑肉不笑道，皇叔，下次若再管不好府上的姬妾，就别怪姑不给你留面子了。萧月离一顿跟他道歉后，将我领出太子府。府出太子府门，他长长叹了口气道，十三，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在王府做俩废材吗？我撇撇嘴，谁让你不同意帮我出气。我只好自己来出气了，跟着一起来的九喜见缝插针的嫌弃我，结果气没出成还被反杀了吧。让你不要堕落，你不听我，要不把这倒霉玩意儿给杀了出出气吧。九喜说的对，人不能堕落，一旦堕落就会多灾多难，所以我遭遇刺杀了。好在我即使堕落了也比三皇子强，刺客没有成功，还再次留下了证据，被我一把扯下了腰牌，太子府的腰牌。我捏着手里的腰牌陷入了沉思，萧晨毅是打算去搞批发吗？制作这么多腰牌。九喜的关注点不同，他嚷嚷，太子殿下有本事在太子府就杀你，事后来杀你算什么本事？事后来离王府杀我，他不需要担责任，不会被言官骂。我嘴角抽了抽问，你很希望我死？他不是你先去太子府找死的吗？无法反驳。萧月离在知道我遭遇了刺杀后终于不给我洗脑了，他连夜换了离王府的守卫，但我瞧着他换的守卫就不靠谱，是以我将自己的人给调进了离王府。萧月离，你说你去招惹萧晨毅干嘛？他眼下都是杀疯了的状态，今日的早朝还在金銮殿上大发了一通脾气。对，忘了说了，陛下下不了床后，萧晨毅以太子的身份监国了。据萧月离说，萧晨毅今早发脾气是因为二皇子党的人在试过各种途径给陛下递奏折都没有回应后，当朝辱骂了萧晨毅。我不解，二皇子这是狗急跳墙开始找死了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陛下眼下已经离死不远了，不是不回应二皇子党人的奏折，而是没法回应了。养心殿外的禁卫军早已不是陛下的禁卫军了。萧月离，你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府上的杀手还不够我下菜？萧月离，我一语成谶了。又三日，二皇子真把自己给作死了。萧晨毅直接带着小宁渊侯手里的兵马将二皇子府给包围了，他府上连只狗都没有逃出来。九喜慌了，苍了天了，将军，太子殿下真的要成功了，你上次还揍了他一顿，你完了。谢谢提醒哈。九喜是有点乌鸦嘴的本事在身上的。翌日清早，陛下驾崩了，死得恰到好处。在萧晨毅干掉了两个弟弟后立马就死了，都没有给自己多留点时间谴责萧晨毅两句。九声丧龙钟划破长空，宣告大梁即将迎来萧晨毅的时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萧晨毅上位后干的第一件事是秋后算账，清理他两个弟弟在朝中的势力，流放的流放，杀头的杀头，没流放没杀头的也是全力打压，暴君气质一览无遗，整个梁都彻底成了修罗场，人人自危。正是我开始心慌时，萧晨毅做大了，因他杀了太多人，流放了太多人，几位三朝元老上书求情，他杀疯了，下旨将几位老臣也一并流放南疆开荒去了。其中一位还是宁渊侯的发小，宁渊侯为发小求情，言辞激进了点，两人在上书房起了争执。萧晨毅一气之下，拔剑警告宁渊侯，失手刺了宁渊侯一剑。当晚，宁渊侯死于自己的府上。好家伙，上岸第一剑，先斩老丈人。我替我爹谢他不娶他女儿之恩，不然我爹的棺材板都要保不住。只是我眼皮猛地跳了几下，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萧晨毅这做法不像是要换臣子，倒像是得了失心疯。他失心疯的后果是离王府聚满了以前二皇子跟三皇子的老臣，来求萧月离制裁萧晨毅以自保的。这求就给我听笑了。萧月离眼下跟他们一样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先帝尚在世时没给他实权，没让他迁出凉都，或者说想将他留在眼皮子底下监督，防止他作妖。但萧晨毅新官上任三把火，以他以前跟几个大臣一起喝过酒为由，怀疑他结党营私，打算给他一块鸟不拉屎的封地，让他从凉都滚蛋了。如果不出意外，圣旨很快就要下来了。我为什么会知道？我说过我在宫里有眼线。果不其然，翌日圣旨下来了。萧月离的封地在贫瘠的凉北，那里的气候只能用一句话形容，冷冷的黄沙在脸上胡乱的拍。萧晨毅则令他三个月内迁往，给他三个月的时间是让他派人先去那边自建王府的。圣旨下来后，我与他相爱相杀，王爷看热闹看到自己身上了吧。我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将他以前的话变相还给了他。你打算看热闹的时候就没想过萧晨毅登上皇位后会连你这个闲人也容不下，没想过战火会蔓延到你头上来。顿了顿，我也给他洗脑，凉北也挺好的，哪天家里没有银子了，出门张张嘴就能喝到风，若喝风不管饱还带沙子他。我补充，当然这还有个大前提，你能走到凉北不会中途出什么人为意外。他看了我须臾，悠悠道，十三，你幸灾乐祸的时候是不是忘了我们现在是一体的？我若走不到凉北，你觉得你能？我干，真忘了，我王爷那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现在就给我一封休书，谢谢。萧月离把圣旨摊开在了我面前。休书也没用，萧晨一点名让萧月离将我一起带离凉都。我就是重提，王爷要不咱干票大的吧，你坐在皇位，我只有一个要求，回西北做我的西北统帅。萧月离听完将头摇成波浪鼓道，劳民伤财还会伤及无辜，陛下不过是觉得我在凉都碍眼，我走便是。他眼下大局已定，杀我不值当，还会被骂。说完他真的手去凉北修建王府了。九喜觉得我脑子有坑，他道，离王做了半辈子的缩头乌龟，怎么可能同意跟你干一票？我早让你自己反了，你不反，你又不是我睨了他一眼。他识趣的将话咽回去了，改问，你真要跟离王去凉北？我斩钉截铁，不去，我只想回西北。他，可离王是不会同意跟你干的。我冷笑，那就逼他跟我一起干。我说要给这场夺嫡之争凑个脚，就得言出必行。我，后天离王妃会带三个孩子去寺庙祈福。九喜默然瞪大了眼睛。我沉思了须臾，宁若雪上次骂了我，我现在想想觉得有点气不过，当时没发挥好。不行，得重新找他理论去。九喜的眼睛瞪成了铜铃。两天后，萧月离那能打酱油的三个孩子，不过出门祈福一趟，人全没了。找到的时候溺在宫外不远处的水池里，陪同孩子们一起出门的侍卫和王妃全部被杀，全是一刀封喉，手法跟三皇子的死一模一样。而刑部拒绝调查此案，毕竟背锅侠不是刑部可以动的人。与此同时，皇后宁若雪暴毙于七凤殿。深夜，萧月离坐在孩子们的尸体前痛哭流涕，几近崩溃。我立在他身后没什么太大的感觉，我看过太多生离死别了。等他哭得差不多了，我安慰他，王爷节哀，该想想以后了。他望着孩子们长久的沉默了。我现任西北统帅，因宁渊侯的死本就痛恨萧晨毅，眼下他妹妹也无故暴毙，是我们的机会。可惜现任西北统帅即使对萧晨毅恨之入骨也没有办法，甚至连去指责萧晨毅都做不到。宫里萧晨毅在失手杀了宁渊侯后，他以前太子党的人指着他鼻子骂他，他不想听，已经假病连续罢朝好几天了，人都见不到。反正他吹不得风，一吹风就风寒的事人尽皆知。我今天重操旧业，假扮太监去找宁若雪重新吵架时，自萧晨毅的宫殿门口经过，他做戏做全套，满殿的药味十里飘香，大概是知道自己干的是不得人心，怕有新人刺杀他。宫殿外禁卫军快站成人墙了，几个大臣在门外跪了很久，萧晨毅都没给他们骂他的机会，倒是放了几个内务府拿着新龙袍的宫女进去，病死还要是新衣服呢。十三，萧月离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他回头看着我，近乎是银牙咬碎道，若再不作为，我们还有以后吗？那指定是没有了的。他若还想退，就别怪我更心狠手辣，连他母妃也一起杀了。他拳头捏紧了松开，松开又捏紧，眼里的恨意近乎溢出眼眶。他终于望着我，我定会让杀我孩儿的人千刀万剐。至此，萧月离终于同意跟我干一票，但我沉浸在他同意跟我干一票的喜悦中，急着让九喜去安排下一步动作，离开时未曾回头，便也错过了他在背后看我时阴毒愤恨的目光。萧晨毅失心疯太严重了，连先帝的太监总管福公公都被他排挤了。是以这会儿福公公坐在我对面，对，他是我在宫里的眼线。我在两年前回来凉都的时候，为了防止陛下又出其不意的要杀我，先买通了福公公。他，燕将军，半月后便是冬至，陛下届时会于摘星台宴请群臣。我点头多谢，想了想又问，萧晨，陛下眼下如何了？依旧在装病，管他是不是在装病，我先趁他病要他命。军队是现成的，二皇子跟三皇子的母族眼下大难临头，只能依附萧月离了，表示愿意为我们将萧晨毅拉下皇位添一块砖头，将手里的私兵借给我们。萧月离以前的酒肉朋友里有两个武将，手里长有三万兵马，同样表示愿意听萧月离调遣。加上小宁渊侯手里眼下在京郊的十万西北军，破开宫里的防卫太容易了。转眼冬至，我与萧月离立在宫门外，望着灯火辉煌的皇宫。等所有大臣都入了宫，我道，王爷你知道吗？
我戎马小半生，所求不过守护一方平安，未曾想过弄权，亦未曾想过要用手里的权势害人。他侧头看了我一眼，承诺我，十三，若这次成功，我便放你回西北。好，先谢过王爷了。有时末天彻底暗下来后，萧月林一声令下，兵围皇宫，战鼓声，刀剑声，喊杀声，声声入耳，让我想起了在西北那几年也是这般，时常半夜睡一半就能听到厮杀声，起来跟北齐打一场。那时的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的刀会指向大梁的兵，宫里的禁卫军在西北铁骑面前不堪一击。不过小半个时辰，我与萧月离带人到了摘星台，都没什么人员伤亡。摘星台上数月不见的萧晨毅安逸地喝着酒，见到我们的兵马也是丝毫不慌，倒是一众大臣有直接被吓哭的。我望着萧晨毅，怀疑他装病把自己给真折腾病了。不过数月他瘦的下巴能戳死人了，但眼下不是关注这个的好时候。萧月离剑指他道，萧晨毅，你道行逆施，德不配位，今本王便替天行道。萧晨毅将手里的酒一口闷了后，才看向萧月离，皇叔，你终于活腻了。萧月离怒数萧晨毅的罪名，萧晨毅，你是父是弟，坐上皇位，坐上皇位后依旧心狠手辣，连自己的皇后跟老丈人都不放过，你这样的人不配为君。萧晨毅眯了眯眼，是弟朕承认，是父朕不认，你有证据吗？萧月离看了眼宴席旁伺候的福公公，福公公抖了三抖，最终就地一跪，说出了萧晨毅杀先帝的全过程，乃二皇子被他杀后一杯毒酒送走的。我就说先帝怎么能死得这么恰到好处。大臣们被福公公一番话给惊成了棒槌，惊吓都顾不上，一顿用看禽兽的眼神对萧晨毅表示了谴责。萧晨毅顶着大臣们谴责的目光，淡然又喝了杯酒，轻笑出声，即便如此那又如何。皇叔，你以为凭你手上那几个不成器的兵就能推翻了朕？他是副朕都敢，多杀一个皇叔也不在话下。说完他看向我道，燕将军，你也要跟着他一起谋反吗？我心说眼下西北军的统帅在我身后呢，别搞错人了。但奈何萧晨毅一定要问我，我只好先用眼神谴责他身后我以前的兵，答，看心情吧，你把手里的酒杯放了，别死于醉酒，死于我手里让我出出气，我考虑站你这边。萧晨毅真听话的将手里的酒杯给放下了。既然他都这么听话了，我只好掏出西北军的兵符，一声令下，将萧月离跟小宁渊侯等人全给活捉了。西北军的刀架在了萧月离新收的私兵脖子上。萧月离不敢置信的看向我，十三，我看了他一眼，萧月离，你知道吗？人不会在一个地方栽倒两次，我父亲跟三个哥哥死于陛下手里，其他哥哥全部殉职西北，陛下召我回来是为了防备我，故而我在三年多前回西北时，为了防止旧事重演，便已改革了西北军的军规，兵符也早已换掉了。西北军俨然已是我燕家的私兵，只听令于我，陛下即使收回我的兵符也无济于事了，况他收回去的还是以前的。萧月离，既然西北军还是你的，为何要撺掇本王谋反？我听笑了，为报三年多前你为了西北兵权在先帝寿宴上害我之仇啊。你知道，不敢不知，当时的西北尚未完全稳定，陛下不会贸然杀我，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有人想要西北军的兵权。当年先帝的寿宴上，唯一能帮萧月离害我的只有陛下最信任的福公公，唯一勉强有能力接手西北军的将领是萧月离的好友。萧晨毅顺藤摸瓜便查出来了，先帝自己都不知道他酒后喝多了干出的将自己的太监总管指婚给萧月离的荒唐事，直接成全了萧月离收买福公公。福公公这段时间帮我在宫里做眼线，名义上是帮我，不过是为了帮萧月离罢了。只是很可惜，萧月离在我这里机关算尽，最终却被宁渊侯把西北统帅的位置给劫走了。宁渊侯为了权势狗胆包天，暗杀了他的那位好友萧月离，这也是你杀我三个孩子的原因。我反问，不然呢？冤冤相报何时了，我可不想十年二十年后他们拿刀指向我要替你报仇。再说刺杀陛下乃诛九族的大罪，你陷害我时不也做好了将我一家斩尽的决定吗？萧月离，所以是你与萧晨一联手故意做局让我跳的，我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他，这还需要问吗？你若真不想要皇位，我们做局有用吗？你若不想要皇位，为何即使恨我入骨，想的都不是先给你三个孩子报仇？萧月离，我不过是防备他在萧晨毅的帝王之路上添堵罢了，再顺手解决了他那两位好友手里俨然已是他私兵的几万兵马，以及将三皇子跟二皇子母族的私兵一网打尽，永绝后患。萧月离垂死挣扎，或者只是想在我跟萧晨毅之间扎一根刺，你为萧晨毅做了这么多，这么情深，即使是做局，他也算是全然不顾你的感受，真另娶他人，你真的甘心吗？我侧头去看萧晨毅，他望着我笑，有一点好看。看着他的笑，我疏忽想起数月前他说，十三姐姐，我说我真的喜欢你，你信吗？其实不太信，但还是没出息的心跳加速了。我是眼狗吗？何况这么多年我俩近乎是相依为命过来的，我对他本就比对别人多上心些，多些牵挂，再加上三年多前生死里走一遭，他在全世界都与我划清界限时深夜执我手，言之早早要与我生死与共，还言出必行，如何能让我不心动？但我说不信，你到底想干嘛？他颇有些委屈，有求于姐姐就知道。他说他父皇快死了，正准备找理由收回我的兵权，他就给他父皇献计，要娶我跟我成亲生子，这样就有理由让我当个闲人了。
他还说希望我能去离王府帮他防备他皇叔在他的夺嫡之路上使绊子，再将西北军借给他干掉他两个弟弟。见我蹙眉，他委屈巴巴，十三姐姐，你不会连这点小忙都不帮我吧？我怒了，你要娶我又要悔婚让别人看我笑话，我不要面子的吗？他接的理所当然，十三姐姐，你的名号爆出来都能指小儿夜啼了，要什么面子，威风就够了。我竟无法反驳，他姐姐一直想要的不就是天下太平镇守一方吗？事成我保证给姐姐一个和亲海宴的太平盛世好不好？我翻白眼给他，他拉住我的手轻轻摇晃撒娇，姐姐到时候还气不过我，让姐姐揍两顿消气行不？我现在真的有点气，他可没有提前告诉我，他在给大梁一个和亲海宴的太平盛世之前先把自己的名声给赔进去，瞧瞧他是弟是父以及铲除异己时恨不得昭告天下的失心疯模样。虽然也是我想干的，但昏君的戳都快要盖他脸上了，他还有脸笑？若不是眼下我急着收拾萧月离跟他的余党们，我现在就想揍他一顿。我看向萧月离，想嘲讽他说别这么恋爱脑，这世间有比情爱更重要的东西，譬如我跟他说的，我小半生戎马真只想回西北守护一方，即使我对萧晨毅有一点心动，譬如帮萧晨毅收拾收拾这朝堂上诸如宁渊侯这种仗着祖上有功便敢狗胆包天暗杀大臣的渣子。结果我身后的九喜实在忍受不了他啰嗦，九喜，你一个反派问题不要太多，不然有给作者水字数的嫌疑。而后一剑插进了萧月离的心脏。萧月离死后，我正要上交西北军新兵服的另一半给萧晨毅，我以前送给萧晨毅的精兵突然骤然猝不及防毫无预兆的把刀架在了萧晨毅的脖子上，并复述了萧月离不久前数落的萧晨毅的罪状。我成了女帝，大梁历史上第一位女帝，不对，是大燕的开国女帝。我的兵背着我给我设计了一出黄袍加身，当时是我还处于想将那两个将刀架在萧晨毅脖子上的兵砍头的愤怒中。九喜自身后的兵手里接过一个包袱抖开，将新定制的龙袍套在了我身上。我侧头疑惑看他，他将军对不起，陛下实在给的太多了，我他不能怪我哈，当初是你自己让我去投奔陛下的。漂亮，我喜姐这人能处，有指令他是真执行，气话也执行。一时场面再次逆转，我的兵拿着早早准备好的让位诏书逼着萧晨毅盖章让位于我。萧晨毅十分配合，痛快地掏出了玉玺并第一个跪了下去。吾皇万岁，那些想说话的大臣被我的兵一人一把寒刀劫持着逼着一起喊吾皇万岁，而我只看见萧晨毅在喊完吾皇万岁后一口血吐了出来晕了过去。寝殿里御医望着我抹冷汗，陛下臣无能为力。萧晨毅在我发怒前先握住了我的手朝御医道，你先退下。御医走后他伸手擦掉我眼角的泪，十三姐姐别怪他们，我强压下心中的悲痛拿出上次他的人打着刺杀我的名义送来离王府的腰牌掰开问，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你安然无恙？萧晨毅当时杀他三弟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我就觉得不对了，我给他的兵摸掉他三弟的脑袋绝对不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更不可能不小心留下腰牌，唯一的可能就是萧晨毅授意的。我去他太子府就是想看看他要做什么妖，问问我的兵他到底想干嘛，奈何我的兵被他给藏起来不让我见。他当时被我一招撂倒的时候，我就该觉察到他的身体是出了问题的，只是我未曾想过他不是要这天下，而是要赔上自己的名声成就我的帝王之路，所以我信了他给我的纸条，他无恙无需担心。他从我手里拿过腰牌里的字条强行狡辩，我当时确实安然无恙吗？如果只剩下半年时间也叫无恙的话，什么才叫有恙？而我直到今天才知道，他当年替先帝挡下的那剑里的毒早已经决定他活不长久了，只是这几年他一直强撑着未曾表现出太多的异样。他咳了几声，十三姐姐你别怪我将你逼上皇位，我只是害怕将来这龙椅上的人不是我，你会继续被猜忌被刺杀，如此我真的会死不瞑目。三个月后萧晨毅开始更频繁的咳血，长时间陷入昏迷，即使我耗尽世间最好的药材，他的生命也肉眼可见的凋零了下去。这日我眼皮一直跳，不好的预感压在心口十分难受，于是我早早解散了早朝去了萧晨毅的寝殿，扶到门口听得他颇虚弱的声音传出来，西姐我走后你替我劝劝姐姐，林尚书人真的不错也十分好看，别让姐姐一辈子活在我的盛世美颜里无法自拔。九喜哈了一声，你知道上次我背着陛下帮你的惩罚吧？五十鞭，若不是老夫人不是若不是太后拦着不准陛下动手，我这会儿都不能坐在这里听你继续为难我。萧晨毅萧晨毅，我有一个小金库。九喜打断他，不要，肯定没命化，你且好好活着别让陛下再伤心了，他这小半生最记挂的就是你，以前在西北打仗他自己忙的饭都没时间吃，睡前都不知道自己明天还有没有机会睁眼，但他每次闲时或者出去巡视遇见你喜欢的东西都会买下来寄给你。有一次他遭遇自己人的背叛在床上昏迷了三天，你知道他在昏迷前跟我说什么吗？他说让我把他之前给你买的东西寄给你，我跟他说气话说不寄山河都快保不住了，谁还管你个小破孩。他说天下他若守不下了，他便只想守住你短暂的欢愉，你别让他以后买了你喜欢的东西都不知道寄给谁，你别让他真的在那黄泉之上称孤道寡孤零零一个人。萧晨毅萧晨毅长久的沉默过后道，我也想过番外萧晨毅，我也想过跟燕十三一生一世一双人与他执手走到白头，可是已至此别无他法了，因为我更害怕他将来会照顾不好自己。他那人啊，
即使他不承认自己愚忠，但他总也因为顾忌太多干着愚忠的事。为了百姓，他可以放弃杀父之仇；为了天下，他可以置自己于死地；为了还债，他可以在冷宫办太监。他这小半生就从没有想过要为自己任性而活。犹记得我年幼失事后，他受他父亲之命来冷宫护我，隐瞒身份跟我一起遭受别人的冷眼嘲讽虐待。我问他为何要护一个已经失势的皇子，他说我父亲曾欠你舅舅人情，不能不还。对，他父亲曾险些被罢官，是当时还是国舅爷的我就保下的，所以为了还我舅舅这个人情，他搭上自己两年的时间陪我在冷宫挣扎，没有丝毫怨言。为我倒下酗酒后故意来找我发泄了太监的拳头后，自己伤痕累累还抱着我安慰，萧晨一没事，我皮厚，他们的拳头还没我家演武场的木桩子打得重，跟我一起吃残羹冷菜，甚至是馊饭时还将自己碗里唯一一块肉丢给我，说我不爱吃肉，你快点帮我解决了，不然今晚罚你抄书没得跑。有一次我发高烧，冷宫的皇子不如守门的太监，没人愿意帮我请御医，他整宿未眠，守了我一夜，吓得半夜哭，萧晨毅，你千万别死，不然这人情还不了了，太多太多了。我时至今日都记得一清二楚。两年后我出冷宫重新得势，他常常舒了口气，抱着我又哭又笑，萧晨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而后他去了西北，临走前晚他来跟我辞别，我担忧他，十三姐姐你能不去吗？他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我跟我爹求了半个月他才同意让我去的，你说我能不去吗？燕家的家规不分男女，若战场需要就得义无反顾地上战场，谁退缩谁从家谱除。宁，我觉得他被他家的家规给洗脑了，战场有什么好的？那几年我时不时就做噩梦，梦见他在战场上鲜血淋漓的样子，幸好他没出事。可他再次回来凉都的时候，脸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我见他没跟我提起过一句他在西北有多难，但我看着他脸上刀疤心里难受的紧。就在我来找他的路上，凉都几个贵人还聚在一起讨论他，燕十三那张脸毁成那样了，将来指定是嫁不出去了的，他那张脸不毁也没人敢娶他，谁家容得下他这么个悍妇。他们贬低他的时候忘了，若不是燕十三在西北九死一生，他们今天的荣华富贵都该成过眼浮云了。看看，这就是他想守护的天下。我以为讨论燕十三的颜值已经是他们能做出的最忘恩负义的举动了，但他们还能更过分，为了兵权陷害他入狱要他的命。他入狱那一个月是我这辈子过得最煎熬的一个月，连我的幕僚都劝我放弃他，用他们的话就是，殿下你若执意要救燕将军，毁的便是你自己的前程啊，为一人而失天下不值当。他们不知道他们口中的那一人才是我的全天下呀，若没有他，别说将来，我连现在都走不到，且我喜欢他，这喜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无从考究了，或是在我年幼失护时他忽悠我的岁月里，或是在我妈撒着他脸上的刀疤心疼地问他疼吗时他嫌弃我娘们唧唧的眼神中，亦或是在我问他为了这么一个乱世填上燕家所有值吗，他斩钉截铁回答我说值时。他不求能留名千古，但求能护下一方子民，他这么一个满心满眼都是黎民百姓的将军，谁能不爱呢？所以别说是毁了我自己的前程救他，便是用我的命去救他，我也义无反顾。我如愿以偿了，他重回西北，我再次失势，再次得势是一场意外。我父皇遭遇那场刺杀时，我倒霉悲催地跟在他身边，原本我并不想救他的，他若能死在刺客手里，那叫大快人心，民心所向，恶有恶报。但他那几个饭桶侍卫好死不死在慌乱中推了我一把，将我推到了他身前，替他挡下了那一剑。我听我说，谢谢你们，等我能爬起来我就将你们全都砍头送你们去见阎王爷。可惜阎王爷喜欢我，点名要先见我，剑上有剧毒，太子府一群庸医加起来也只能多替我续几年的命，真就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生无常。而我唯一放不下的只有燕十三，若我死了他再遭遇陷害，谁还能救他？所以我干脆趁着重新得势后孝顺了我父皇几个貌美如花的妃子，只有一个要求，让他赶紧死，至少要比我先死。真心谢谢他们在与我父皇翻云覆雨时在宫殿里点的慢性毒香，让他赶在我前面倒下了，才能有我如今的手笔。若这世道容不得我的十三姐姐，那我便让这世道将就他，若这皇权容不得他，那我要他站在皇权之巅。林尚书曾是我幕僚之一，在我要让位给燕十三前晚，他问我，陛下你如此轻易地将江山拱手让人，皇权之下有何颜面见先帝？我说朕肯定见不到他，他不在十八层地狱里被油炸，朕去夺阎王爷的位置。林尚书笑出强大，今天我预感应是我最后的日子了，我只求九喜将来能帮我劝劝十三，找个人好好照顾他。结果九喜话真多，就不能让我安心地走吗？早知道换个人求了。我正重新考虑人选的时候，寝殿的大门开了，燕十三朝我飞奔而来，握住我的手，你别说胡话，我记得很多年前他在我受人欺负时亦是这样朝我奔来，替我挡下了所有伤害。我那时候发誓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护他一世，可如今我终要食言了，我终是再也护不了他了。全文完。